请比较官说两句好不好？大家午安，欢迎你们到大龙大富的现场，我们主场地来参观热气球。今天气候还蛮好的，就风稍微大了一点点，还可以飞行。等等，如果说风有再大的话，我们就会在地面上等待。你偶尔阵风会比较强。那其他的话，今天蛮凉爽的，很适合飞行，应该很愉快。